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11月5日，现在我在金巴利道，想跟大家走一走金巴利道。这里就是美丽华广场一期，都挺多市民在里面走街。呢度是上去美丽华广场的，对面一间君怡酒店。過了金怡酒店這邊呢就比較靜一點，帝洛汶拿公館。對面有些遭受廣告啊，超級多招紙。
呢間鋪頭又係招租喎。呢間鋪頭應該之前係 salon 嚟嘅。哇！呢度有成粒嘅吉鋪啊！呢度有間惠康啦，花很味啊！幾耐有啊？唔係，佢嗰個佢係拉閘咧。呢間是九龍皇悦酒店，呢邊就天文台道啦。呢度應該是韓國食街啊，呢邊呢度有間新商廈，呢間新落成嘅大廈咧，都有啲燈光咧，係寫住旺鋪招租嘅。咁巴厘島呢條片，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。離開前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頻道喎。下次見，拜拜。